其实去年的疫情太严重，那很多孩子其实尤其国外的孩子，台湾的算是幸福，但是国外的孩子几乎都出不了门。那一个那么五六岁好动的孩子，其实你要叫他在家里，其实很辛苦。后来我们做这个戏就觉得说，因为子峰这一只手368都一点献给台湾的孩子，给孩子多一点的欢乐快乐，所以这是一个祝福。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乐乐》，我是 Rita 林永婷。刚才大家看到了同样片，是最近非常疯的客家亲子剧《姨妈》哦。你看到了幕后的花絮，大家还没吃到动感动呢。又到现场看的朋友，还没到见，你喊第二了，有感《姨妈》《姨妈》呢。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的欢喜，邀请到《姨妈》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节目当中会好好同大家分享哈。我每天第一期台吼，姨妈匆匆救救，继续行遍全台湾，甚至到全世界去哦。谢谢了，分享进步业界里边，首先分享了30年前绘本的演出，你的作家小雅先生，欢迎先生。大家好，我是作家小雅。很高兴来到这边。哇，先生，嘿，30年前的原著，同时咪嘿亚伯伊玛嘅艺术总监、艺术总监哦，冯阳先生。啊，上下来呢，你讲爱看到安幼稚的俩剧团哈，我相信听到诶，爸爸妈妈、小朋友都有 follow 纸风茶哈。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纸风茶嘅团长来到节目当中，来冯阳严建新团长，团长好。大家好，我是纸风车剧团的团长建成，大家好。哇，建成团长用眼去按灯一下，这么可爱，有那个孩子气的活力哦哈。啥好嘞？你也来分享第二摆哈，姨妈发错、后错又安度的故事当中，又当中有角色的女主角哦，又会唱歌，又会做戏，来分享林依贤，依贤好。大家好，我是林依贤，我是姨妈的度的反法夫人了，反法公主。好，一三年就会做两个角色，来分享。今日非常欢喜，就邀请到三位哈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也参咪呢，姨妈非常的火，因为我哋做戏前我就讲，也系某个装置哈，都带去爱插题，也系真爱戏戏了。原来那个就是鱼嘛，我记当时就看到在这个中正纪念堂的时候，嗰时最近大家就讨论，要个姨妈接下来会骑到哪？当然是大家期待啊哈。不过大家讲，纸风车。去年因为台风，因为大火，就烧掉了这个5000万的心血。我想可能也许不止，因为多年累积下来，不是金钱可以计算哈。呀，台风 go hell， 人家说浴火重生，变成更美的凤凰。我想团长应该有很多心路历程。是，我想今年做这一次的客家亲子剧《鱼马》哦，确实。是对于纸风车，我们从92年创团到现在，那将近30年的时间。然后去年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剧团都遇到同样的状况，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取消演出。然后纸风车在6月的时候，我们的工厂那一场火确实把过去20多年的所有的心血都在那个大火当中就消失了。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要制作这个《鱼马》这出戏的时候，原本是预计去年六月份就要演出哦，对，然后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的话，我们就预计把它延后一年，
但是遇到大火之后的话，实际上面，当这匹鱼马，我们要做很多的测试。那先前所测试的脚的部分啊，那整个机关的部分，甚至于轮胎，也在大火里面全部烧完了。那当我们决定要再重新制作要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回想起来，就是你连一只老虎钳都找不到，你连一个铁锤都没有，那要如何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想象中希望让这只鱼马可以带给孩子很多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道具，确实是很困难。可是，经历了这将近一年的这样子的准备，我们真的很感动。我们在今年3月的时候，我们在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我们可以做得到，那也获得很多朋友的支持跟肯定。因为刚才谈到去迪工，这个一场火其实烧掉很多东西，可是我觉得也看到一个新生的生命力啊。因为刚才讲到很感动，因为很多东西烧掉，但是从头来过，却有很多人的帮助，很多人的加入，对不对？够吉米泰卡多的康多伊嘛，因为纸风车跟哈比菲也是第三度的合作了。是，其实就是，其实应该是说，因为纸风车我们曾经走过台湾的319乡镇368这样子，那就是在巡演的过程当中，总会到很多的客家庄。那很多乡亲们就说啊，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不可以帮我们客家也做一些不一样的故事啊，来表演？对。那所以我们在那时候，我记得是民国99年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出客家儿童音乐剧，也是小野老师的绘本改编的。他那时候叫《宝莉回家》，我们把它改编变成一个音乐剧，叫《黑雅低谷》。然后也在台湾做了很多的巡演。然后我们在之前的话，我们也曾经改编过一次纸风车的一个经典的儿童剧，是诸葛四郎。那我们把它全本变成客语来演出，然后也是到各个地方去巡演。然后第三次就是这一次的鱼马驿马的演出哦。那可是那时候就真的就会想破头说，找不到好的故事题材。然后那时候我跟我们的总编导李永峰在讨论的时候，他就突然灵光一现说，那应该去找小野老师啊，小野老师故事这么多，他一定可以帮忙想出一个办法。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开会时间很短，小野老师说让我想一下哈，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鱼马这个故事，他就跟我说这个故事很客家，可以来试试看，很客家。对，所以我们就整个点燃了我们后来在今年的这个儿童剧的创作，这个鱼马的整个构想。哇，原来是安尼哈！谢谢老师，你的缘分懂成没？缘分很深的，从 T 拜合作都呀，这纸风车也是将近30年，又跟您这个30年前所做的绘本做一个很巧妙时空的连结。你给同事有没有想讲啊？我给鱼马很客家肚肚好呢？其实我自己是客家，爸爸妈妈的客家人哈。那等到我30年前做的童话，后来一回想哦，他那个很多充满客家精神。鱼马就是讲一个那个追溯自己过去历史文化。那客家有个特色，就是为什么叫客家，就是他千年一直迁徙，都在当客人，他都不是主人，所以他非常需要把自己的历史跟宗教还有习俗把它保留下来。那不然他就会被同化，他就被闽南人或者是他迁徙的城童话。所以鱼马讲的就是这只鱼马在下雨的时候出现，然后为什么出现不知道，他这边一直徘徊，其实他很想召唤他的族人说，其实我们有一段历史，你们被忘记了。所以这个蛮客家的，大概就是这样开始。但是可是你原来写的时候不是为客家而写，其实我原来写就是跟我儿子小的时候晚上要睡觉，他时常叫我讲故事，我其实是乱讲，我就说从前有一次马每次下雨的时候出现，每次下雨的时候出现，然后没有下雨它就不见。然后讲完之后其实我很累，我就说那你说为什么，他就说好想一想，我就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我儿子还是没睡着，眼睛睁得很大，说爸爸我想了好几种可能这样。好，那这是就是鱼马的开始，故事是这样开始的。30年后我有孙子了，我跟他讲一样的故事，那我就跟，而且我跟他讲说，你爸爸小时候我也讲鱼马，他想了一个晚上想不出来。我孙子说啊笨蛋，鱼马就是雨做的嘛，所以他下雨的时候雨就出来，然后那个
天晴雨就不见了。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情感上30年，30年前为了孩子，为了儿子女儿做，然后后来把它变成出版。30年后，当我有孙子后，正好我们今年从去年到今年一整年，我就不断地跟孙子在讲于马的故事。随着于马的剧本一直改，本来没有大火的，本来也没有猴子国王的，随着于马的故事在改剧本的过程，我的故事一直修改，这样。所以等到有一天，于马真的要出来的时候，我想我的孙子是不敢相信这个是真的会演出来的东西。里面也加了很多他的想法哦。就是包括剧本改编过程，他会考虑，我原来有7只猴子，可是7只猴子在舞台上不好弄，就变成猴子国王跟猴子王子，中间改变蛮大的，加了很多新的人物。那我就随着人物改变，我就跟孙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讲一段语嘛。我记得有一次在紫风车的一个餐会上，讲到差不多8、9点，大家还在吃的时候，我有点恍神，很不安。旁边就有人说：“你怎么那么不安？你要干嘛干嘛？”我说：“因为我答应今天要跟孙子把于马讲完。”哇！然后他躺在我家在等我，我就赶快坐计程车狂奔回去。儿子跟孙子跟孙女躺在那边，阿公你回来了。我说：“后来于马一场大火，什么什么。”演的黑暗呢，好幸福哦。就于马在我生活里是这样，所以其实我是很感谢紫风车。30年前的故事，经过紫风车。他把它整个变成是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东西，其实我只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嘛，一个故事。什么时候把这只马做了这么华丽，然后加上火舞，加上什么什么，就完全让它重新重生了。嘿，等于刚刚谈的团长同小叶老师的分享哈，有青岛的感动的地方。哥等一下呢，都真的来谈一下女主角哈，又要当公主，又要当什么哦，又冒险，又会唱歌，又会表演哈。等下来谈非常优质的演员哈，雨轩来分享，记得要出戏当中，记得付出，记得用心哦。欢迎所有朋友继续在脑部起来咧，我是 Rita 玉天。今日呢节目当中，从强下来认识姨妈哈，还有汉娜姐妹认识，因为今半夜咧呢，也艺术总监韩国原著小野老师，韩国指凤彩团长建成团长，韩国咧主歌林宇轩的节目当中，儿童大家好来分享，再次分享三位。嘿，你刚下好滴咧啊，歇困的时间，临后彩的时间，我发觉身上又带一本记的 note 来，两本。书当重要，因为你啊记了人，记到谁呢？记到孙呢？还够记对你啊姨妈的动作的感触。老师，你这一本是就是这个《葵花宝典》哦，没有了，就是《于马宝典》哦。我就是陪着小孩子去，陪着孙子成长中，帮他画日记。那这个是2年前开始讲于马的时候开始画。你真的是超级棒的爸爸跟阿公哎！我希望他记得，我就用这一本。你看我都是画，我帮他画日记。就是他跟我讲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帮他画出来，画日记，画到最新的一个就是于马终于演出了。我答应他画2年的春天，就是从2年前的春天画了2年后，到他自己会写字以后，他开始会学写字以后，我就不画了，就他开始自己要写不写随便他，所以我还剩下2页一直没有画。他说阿公你晚一点画，因为我还没有学会写字，还剩1、2页，这个春天就要结束。他最近的一次接触就是于马这样。哇，动感通，我觉得我也看到这个小小作家的养成就是这样子培养起来的，那一种温法，我觉得这也是很浓厚家庭的情感了哈。哎，台下走得好起来，这是我们的小野老师同台下分享的。其实两百看到于马，我想这个感动的浪潮一直在延续，大家也在期待哈。那邓小文强搞，当初在选角也特别选了宇轩，只有一句话，你怕高吗？还有当然宇轩的演戏的实力，韩国够重方面，还有你懂会唱歌，会做戏，韩国客家方有没有讲到暗号呢？之前有拍过2档客家电视台的戏，然后很感谢那个时候的行商教我教得很好这样子，然后都用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教我，然后我当时也花了一些功夫去想说要把客家话给学好，所以我每天回到宿舍我就是打开客家电视台，然后就
边听边学。懂音准。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语言，不管是客家话、闽南话什么的，就是你就是要靠环境跟你一直去讲，一直去听。是。对，然后你就是去跟他靠近，他才会在身体里面慢慢长长。真嘅，要不要主题爱讲客家话？喊我现场来唱客家嘅歌，又要现场演唱客家歌。嗯。对，这次有几首歌，像那个《落水天》啊，《落水天》啊，《跳拜给你》，然后还有那个小野老师这首《母亲之歌》这样子，母亲之歌，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全部都是客家话的音乐这样子，然后也希望可以再用音乐让更多小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更认识客家话这样子。嗯，对啊，对啊，鼓手就刚刚宇轩讲诶，就本质噶更贴近客家，本质噶近的，你可以反映地度。那老师，您对于家庭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维系，这个亲密感是很浓厚，所以《母亲之歌》不到五分钟就写完了。是啊是啊，不是有点开玩笑，不过的确是在我家剧本讲一讲讲一讲哈，他说最后有一首是要讲到母亲因为离开了，就跟那个小公主交代一些事情，交代完之后，哎，最后就要唱，那我就马上就说，啊，那我大概知道怎么写，就是我好想陪你到远方，我好想陪你到，我想化作落叶，我讲讲导演说，哎，就对对对，就这个，就那种感觉对了，然后回到家里。我大概很快就传给他，他不太相信我怎么过那么快。其实我已经写过很多歌，我写过很多歌。但是这首歌确实，像我自己的女儿，虽然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其实陪伴孩子长大的那个心，我每次听到那条歌都会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包括尤其像看那个鱼马，只要他第一次进场唱《落水天》的时候，就是说。实际上面要引导现在的孩子更亲近客家的语言，我觉得用歌曲的方式其实是最好的。对，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听小野老师在讲你小时候学的念谣嘛，我小时候我小孩子小时候也教我唱啊，那个念公公念公公秀才咯，那我们是这样念公公秀才咯，对，我就唱这两句。哎，按你就记得啊哈。对啊。所以宇轩在里面唱的一首这个《落水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你因为走，你要好像又是妈妈又是女儿的身份，其实它是有很多很巧妙的转换。对，而且它有一个传承的意味在里面。然后我觉得《落水天》这次的改编歌词也改编得很好，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听到《落水天》都是比较唱山歌的，比较优美的，然后还有听到改编蓝调的，但是像这样子跟角色结合的是第一次，那所以歌唱指导其实也让我在里面加了一些角色个性在里面，有公主的感觉，然后邀请大家来喝茶，然后三段的那个情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其实最喜欢的是最后一段，就是他那个唱到那边的时候，刚好鱼马要离开了，然后他告诉大家说要敬爱祖先，孝顺父母，然后你要敬拜天地这样子，然后要记得自己的过去。我觉得其实那段是很动人的，会很感人。情感通吼，哎呀，出唱大家来看一下，也给落水天韩国鬼只画面非常的感动人哦。Thank you.
你阿妈也上一下，好像这个哎、欸，公主这个已经在现场了，安个感觉系冇？咩体拜看？有感通冇？有。有感通啊哈、嗯！对啊，因为在上面的感觉跟你真的看到的样子不太一样。里面刚刚 Coins 姐有些人说啊，演的黑暗的哦，天从黑暗的哦，那个云马一进来是很震撼的，因为懂狗懂胎耶，它是高有十米，十米，它的头然后就是头顶有十米、嗯，然后像宇轩站的那个高度是七米高，就已经超过两层楼了，真的很高哎。是，你给按狗威时间，你唱歌的时候，可是那个非常稳。嗯，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怕高，我还蛮喜欢高的地方的、嗯，然后而且可以在那边用公主的视角俯瞰大家，跟我 QQ 对不对？嗯，对，啊、哦，有一种母仪天下，对，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对对对对，哦，给。按胎跟椅嘛，其实打造起来真的是非常花费心力哦。其实说过程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总共画了100多张的设计稿，提供给我们总编导李永峰，他这个不满意，这个造型不对。然后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决定鱼马的时候，考虑到整个制作跟那个的话，是原本是预计6米高，哦，6米的高度就是两层楼嘛，也就两层楼。然后但是他说，这样子的话对观众来讲不够震撼哦，所以他希望把它加到10米。那但是在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连我们工厂都不够高，就是我们烧掉了工厂，后来就临时租的都不够高，所以他只能在工厂里面是半截半截，不是上半身就是下半身，然后去做他的机械测试。所以实际上面很多孩子都有观察到，其实这匹马是有表情的，因为它眼睛会眨，然后鼻子会喷气，然后胸口这边有特效，还会笑，对，然后嘴巴会打开会笑，那甚至于就是说，我记得那时候，包括它颜色，因为是用我们其实是用客家蓝染的那个整个那种美学的概念的东西去做出发，所以它身上有我们在戏里面有用到的一个元素叫油甘妹，油甘妹，对，就是那鱼甘子的那个花，然后以及阿嬷的客家花布的那个在改造，那比较象征那种喜庆的那样子的花纹的东西，我们把它绣在这匹的鱼马身上，所以它在晚上演出的时候是一个很震撼、很华丽的道具。但是我们白天的时候把它放在两厅院广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像一个装置艺术一样，很美，真跟董江吼，他也看到呀吼，黑唔黑？你黑讲毛都偏长，可能你讲你有咩案例咯？很矮很蛮看到吼，其他黑会系咩？唔系有几飞呢？请大家聊一下，都做了 NG 出来认识一下哦。看到姨妈所有认真地不推动，非常用心的拍脸哦，非常的感动。今天你绕墙到两年初小亚欣赏，韩国团长啊，健身团长，韩国五主角林宇轩的节目当中，刚头先也分享，大家还没吃到。哇，你姨妈身材动得的哈，一切一切做下去，韩国机而穿脱改精神哈，每部人非常感动。再次来分享三位，三位先生好。啊，刚刚看到大家在排练的样哎哈，宇轩有没有觉得那个当时在场上的感觉又回来了？对不对？有。其实我虽然是女主角，但是其实我是所有演员里面最轻松的。他们真的很累，他们一直跳舞，对，而且因为我们真的是在演出的前一天都
都还在做修改，然后他们的体能什么的都是受到很大的挑战这样子。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一位演员都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样子。真的每一个演员都有挑战哦，你说他们体能上要很有毅力，你公仔知道奶妹懂披风，因为你要站得很高，然后全场唱歌，然后你头上又非常美丽的头饰，对，好像要经过鱼马的肚子才能到那么高，对不对？对对，因为其实啊，那个是里面的小秘密，它其实空间有点小，然后变成说我在里面会用一种很奇异的要蹲着走，然后不能把那个头饰弄坏掉，然后为了站上去能够很完整、很漂亮这样子，然后也感谢就是我们的服装设计让我有这么华。华丽的服装这样子，真的整个看起来是非常美的，然后整个透视感啊，然后很飘逸，因为地方哎就是在户外，它很自然的感觉，反而呈现这个华丽感，跟它的那个气势，对不对？那实际上面每一个表演在演出之前，其实真的都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们在排练场可能将近排了4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真正到。我们刚才看那个日期是3月3号才开始装那批鱼嘛，是。然后我们其实3月10号就演出了，所以演员真正在那个现场那个地方练习，大概只有5天的时间，包括一天走位4天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而且还要配到所有的灯光、所有现场的音响，然后其实这个鱼马要跟一般的舞台剧表演不一样，是因为它是一个3面的舞台。所以就等于说，在那个原本在排练场里面，只要走3步、走5步就到了，但是在那边他们在里面奔跑，大家动作都要很大，对，是他们在跑马拉松，后台是很忙碌的。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靠所有前后台，包括行政、包括演员、包括技术，大家能够一块合作，才能够让成就一个。顺利圆满的演出是鼓手 Encondo 呀哈，小野老师 Encondo 你给意吗哈？不然你给省天哈？这个你又是原著啊，你要担任艺术总监，你应该有很多的感触吧？感触多到有一点，他只要音乐一响，我就会掉眼泪。真给，因为时隔这么久了哈。哇，在排演我就会掉眼泪，因为音乐一响起，那个东西你没有挡不住，因为你那感触是很多，不是说只有一件事，你没有想到。哇，这个故事30年前讲给儿子听，30年又讲给孙子听，又变成这样子，又想到哇，他们好惨，就是火烧掉了。然后去年还不是火烧，是疫情来了半年都没有接到案子。那时候整个紫峰镇的财务已经到了再下去就要关门的，就已经做了快30年了，那个剧团竟然挡不住天灾，天灾完之后又一场火灾，所以我觉得鱼马会出现这么强大的力量，可能是背后这个东西。他真的是祝福哎，祝福，但是大家好像要全力在做这个鱼马，好像不能失败呢。何小老师，因为他其实，在歌里面，我们常说我们做儿童剧，我们总要跟希望把一些想法告诉孩子们。那所以在歌里面告诉孩子们要勇敢接受挑战，勇敢去面对克服困难。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传达给孩子的。其实也就是一直在鼓励我们自己的，也确实，我每次看到那个地方呢，我也都是会非常激动。尤其是，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创作属于客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亲子剧，我都跟小野老师讲说，我们都称它叫客家的新童话。所以就是说，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故事，包括之前的黑牙低谷也好，或者是说这次的疫麻的。这个故事如果能够带给现代的客家小孩子，对于他们是客家人，对于这些语言、这些歌曲，能够留下来一些他们的有兴趣呢，然后能够再进一步去学习的那个态度。像我们有朋友，他不是客家人，但是他说他孩子回去之后，因为看戏太兴奋了，所以他们回去就说一麻一麻，然后不要过来一麻，然后那个就戏里面的情境，然后甚至于就说有感美有感美，就是连我练了好久都不太会讲的那个客家话，他们好像就变成他们生活中看戏后的一个游戏，跟父母亲分享的一个素材，我觉得很开心。做三姑哩，真认同感通啊哈！是。我想讲哈，无论系啊三位哪一位讲到哈，这个精神真认不认非常的感通。哥 Rita 有准备嘅，搞太家来讲啊哈，你讲这个是谚语啦哈。是。然后以后，敢去一担愁，
敢去一担球，唔敢去不下手，唔敢去不下手。好，你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你敢做梦，你敢坚持，你敢去勇敢的向前，你最少起码你就有一担的柴可用，你就是不会没柴可用哈。唔敢去，如果你都不敢，踌躇不前，你只好留在家里担忧喽。你就，顾立刚，我们做事情无论什么事都要果决，啊，要去 hold 起来。我觉得很符合这个精神，就是不能想太多，想太多不会做。先生讲好，懂好哈，莫想太多哈。最近有买歌吗？冇，当然。小野老师有没有什么最新的作品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其实我最想的还是做童话了，很黑哈。我想100年之后。你要在收集客家童话的时候说，哎呦呦呦，有一个鱼马是客家童话，我想继续写这样。继续写，其他先生啊，如果还需要其他这个孙子啊哈孙女，我们都可以募集小朋友来谈小野爷爷。有没有？其实我跟很幸福，就在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一直增加新的故事，我只是没有去写而已。孩子非常的有创意。对对，跟他对话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其他先生有新的作品，跟团众呢，我们等了纸风车，也很期待你们有年度的剧作。哦，确实，我们上半年完成鱼马的话，当然也希望他未来有机会都要可以到各地去巡演。然后我们下半年也会有年度的新戏，我们又换另外一个素材，我们要把布袋戏变成现代的剧场，我们要演一个哪吒闹龙宫的故事。那另外呢，因为明年就是纸风车剧团30周年了，对，30岁了，然后所以似乎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艺术的第一里路，然后来接触表演艺术，来参与艺术，这是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事。非常期待，非常期待。给以前也客家话又讲得很好，好又要冲客家歌哈。当然，在你的演艺事业上有懂得规划，最新有没有什么规划想要跟大家分享？目前还是希望可以继续拍戏，然后我自己近几年一直有一个期望，就是可以让我用一点小小的能力继续我们的母语传承，就不管是客家话还是闽南语，然后我希望可以继续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母语，然后继续学下去。哇，掌声鼓励，给你非常非常赞。什么三 V 来帮大家喊啊？多的认识，应该文化，应该土地，喊讲认识姨妈。再一次感谢，谢谢。阿妹非常感谢，给你所有朋友来收看，爱老大家讲，第5月31号到6月1号，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客家电视台 NU 姨妈的幕后花絮纪实，为分享本大家哦。再次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长累了。喜欢福气来来节目的朋友，记得来你听站听客家电视台的频道，还可以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